我是布灵姐。最近 Call Tommy 的鱿鱼游戏非常的火呀，我在网上也找到了许多相关的地图，今天就来带小伙伴们试玩一波，大家记得给我点个赞哟。话说回来，上次这么不要脸的点赞还是上次。一进来我们就在宿舍大厅了。话说作者也没有还原一下原作里的运动服吗？我一看那玩意儿，满脑子就都是那个表情包。前面是开始按钮和作者信息，背后是一张鱿鱼游戏的海报。不过作者，你在这放一个墨鱼是啥意思啊？这是把鱿鱼游戏变成了墨鱼游戏了吗？ No， 你还是拿着吧。不管这么多了，直接开始。游戏一，红绿灯，左下角是作者写的游戏规则，大致意思小伙伴们应该都懂，就是在听见这段音乐的时候才能动，否则就会直接嗝屁。不得不说，作者的红石音乐做的挺好的，还挺还原的。我们要在2分钟之内到达终点，规则讲解完毕，直接开始。往前慢慢走了啊！原来识别不出来转向的动作啊，那难度就降低太多了。赶紧往前冲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我明明没有在动了呀！可恶！看我的！我可是买了复活甲的，发动魔法时光倒流！哎，我又回来了，小伙伴们把666打在弹幕上。这次我们就不废话了，直接往前冲！小伙伴们，我发现作者做的这个红石音乐，每次播放的时间长度都是一样的。我们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我已经能看到前面那个工作人员是僵尸假扮的了。噔噔噔，到终点啦！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时间结束，就会被传送到下一关了。不过可要小心，别走回场地了，只有终点才是安全的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第二关就是抠糖饼啦，具体规则就是我们会获得一个木棍，然后把蜜蜡块周围的蜂蜜块给抠掉就行了。也不知道这次我们会抽到什么图形呢？不过只要不是那些表情包上的那种就好。哦，看来我们都运气不太好，抽到的这是。好吧，不愧是 MC 版鱿鱼游戏。不过这可难不倒我，我可是专门练过的，只要视角调得好，就根本不会挖到蜜啦。接下来就是展现真正技术的时候啦，我们先把这张夹角给挖出来，这里可是最危险的地方了，一不留神就会挖错。好了，大概的形状都挖完了，咱们把细节的地方都抠一下吧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现在我们就等着时间到就行了。不是我吹牛，这么简单的关卡要是再来一次，我半分钟就能挖完啊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被击毙了？我明明挖完了呀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，拜了个拜。